来继续来到嘉南，在下晡的一点外发生一件自杀的车祸。一个机车的骑士骑到关海街甲河丰街口的时阵，弄到路边的护栏，摔落十米深的山坡卡。消防员用软胶接力来救命。伊考量树木遮蔽啊，以及吊我们的救助车接近不易，所以以救助担架人力搬运的方式，将男子搬运至平面道路上。后来，这个摔落机车的骑士，被固定在黄色的软胶，表情是真痛苦，加在伊的意识清楚，除了侧胸硬化，正手骨嘛断去。虽然救助车已经在边仔咧待命，但是因为手机真多，真歹用吊挂的方式甲吊起来。消防队员是用推、用软胶、用人力的方式来接力，已经把人送病院了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